痛，就是太多水的脏了。哦，有了，就有那种脏水的感觉。野外很冷啊。户外是真的，早上是真的冷。电池关系吧，踩踩就感觉又没了。踩不了吗？嗯。哦，踩踩就感觉它又不脏了，现在就不脏了。应该是。反而是电池很明显，一直。随便抱多个底下结束就可以了。好、哦，有、哦。他这是，我觉得他应该这个就变形。真的是在拆，这个把它拆掉啊，应该是有办法。但我已经觉得快了、欸。对啊，哎呦，有了有了，开了开了。哦，所以它是可以这样子脱掉的吗？不可能，不可能。不排除，不排除可能性，但看起来是可以穿的吧。你翻白色那一面，然后看能不能把黑色盖上去。加那个粉，可是它其实已经没什么鞋印了。对，它比较像纯粹的脏。没办法，到后面都整成这种纯粹的脏了。它这个鞋印其实不明显。不行，好了。那先这样子吧，结束。